やってくれるな。光よ。これに力を。はっ。はっ。終わりだ。
ぎるのが悪いんだぜ。場所外だ。はっ
Let's go.
Yeah.
하세요. 最高だ。ほ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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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怒り、憎しみ最高だ。ほっ、はっ、よっ、ふっ、ほっ、ふっ、ふっ、はっ、せい、くらえ、あ、受けてみろ、威圧よ、やっ、一緒に行くんだ。威圧よ、
怒り憎しみ最高だ。Yeah!
怒り憎しみ最高だ。Yeah.
よし。飞机千辛万苦终于要打赢了，只剩这个了而已。这个最怕一点。其实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剧情，只是我先来而已。我应该能够看。那就上吧。好累哦，刚打的我就打到快累死了，要不把人家带到空中，那空中我也不能做什么事情，就只能躲而已，顶着补个鞋而已。第一剑都那么烂，随便打就好了，我干嘛那么认真，一直挡他的招式？当您玩到这里，只能说靠呀，然后那么奇怪的敌人，超不合皇国之心的东西，结果到现在看来其实还没败嘛。我算了，觉得这个 boss 很强，强到不行了。我靠，天 ，Key Blade， 我买完哪里摸的？对了，就是昨天的 OP， 那个是剪辑过的 OP 啊，所以说很不顺，而且很奇怪感觉。他只是先放给你 OP 的一片段给你，然后剪了一分半给你看而已。好不好听，见仁见智啊。可是画面并没有完整的出现，那就另当别论。看他开招。啊，哥你你啊！哎呀！懂了。受けてみろ。くらえ。受けてみろ。打太久了。啊！出去，按错了。
屁哦，可能从头到尾没有在后面的版本当中看到过他拿弓箭过啊，他的弓箭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好了，看过我们就不看了啦。啊，错啦！哎，这样是怎么回事？我被打得七零八乱。好累哦，刚才一直打得很累的，要打得赢他才有鬼啊！非常耗精神力。他是照着不规则的乱跳。这个迷之盔甲男真的是残留很怨恨的思念。这应该是怨恨吧。好，我要认真了。先把麦关掉。
てみろ。くらえ。受けてみろ。Thank you.
だ。終わりだ。リアジオ。よっ、くらえ。
Yeah.
Yeah.
速度。はっ。ほ。終わりだ。行くよ。ほ。よっ。ほ。ほ。はっ。や。炎よ。哇，终于二代打完了，也白金了，应该吧。哦，残留的失眠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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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都是米老鼠，都是米老鼠。没有呢，让我看一下奖杯。那个角色不是满的吗？啊，我没点进去了。对啊，点进去就有了。耶、yeah, ，拿到，结束了。我好累哦，累死了。结果打最久的竟然是 number two， 妈的，这是他打最久。耶、yeah, ，结束了，我几个路，61个小时。好了，我也累了，虽然说我还有梦中降生，还有2.8，哎，说实在，还敢不敢了？梦中深处，我又在想到底要不要玩，因为我现在就是懒得玩那一款。我现到现目前为止3DS 版，我还会开起来玩，我根本没有必要去玩到 PS4 版。而且变一个宝可梦，你知道要多久时间吗？超累人的，那游戏根本有病。是什么样的游戏会做出像这样的东西啊？好吧，什么样的人会做出像这样的东西啊？超累人的，我觉得不会想说梦中降生的 BOSS 也隐藏 BOSS 都蛮也很机车。那个会掉尾的家伙，还喜欢戴冬帽，每个人都喜欢这样。那个大衣用了不知道多久几次，不知道用多久了，从一代开始到现在都有。好啦，算了。梦中深处可能真的不会玩，因为我真的有点懒，没那么多时间。反正我又原本一开始买2.8就是为了
0.2 的内容，传说恋爱0.2的内容真的少得可怜。不过也不是说少到不行啊，就是该有的东西它还是有，只是这流程很短而已。好啦，就先这样了，我累了，怕就顾哎。拜拜，我先关了。